是啊，三回长在咱节目当中哦，啊、咱是不是呢？有一位哦，这声音介好听的，是姑娘啊哦，啊，来自着呢一个台南。哦，你咧讲、啊，我知影啦。哎、啊，什么人咯？想起来莹莹。哎、欸，对哦，哎，伊哦来拜公做这边拜拜，母娘拜拜了后哦，特别来交代讲吼，莹莹要给老师啦，莹莹、啊啊。哎呦，好、哦哦，你甲看卖啦。啊哦，你别安尼想过满堂嘛？哦，满堂，我做什么人去的呀、啊？真正有影、哎、有啦，啊、嗯，迄大家拢食肯像个囡仔头安。哦，阿哥阿阿哥到底是好食无老师啊？咁好食哈、啊？我阿未食，阿未食的呀、啊，哈、啊，够库存的啦。无、啦，唔是啦，唔是啦，你无食，我较好意思食啦。人家莹莹个是没有老师食的啦。我啦阿德德迄个，嗯。我甲上翕了的时阵，本地要吃啦。对，我看时间无三个月付啊，想讲落节目开来吃一。落节目这样好好的品尝啊。啊，对啦，对啦，对啦，看你匆匆忙忙。哎，感谢你哦，莹莹，谢谢你哦。哎，一路为台南而来。无牛猪皮甲恁保平啊。哇！规家伙啊，囡仔大细平安健康，互恁大赚钱啊。哇！谢谢罗拉，感谢。平、啊、哥，一个有咱的陈太太。
咱那个乐山的陈太太，伊每一年拢会寄来哟。又寄一箱的，这个讲蛤蟆外表像蛤蟆啦，啊，切开那个白开内面像柳丁，啊，无像柳丁，也无像蛤蟆。哎，老师啊，相片不是伫你遐吗？你有白开，你安尼寄那个相片诶？那个，你给我猜。啊，你讲这这嘛？你讲，搞代工吼，要爱拜拜工作，拜工作啊啦。对，啊，个母牛嘛有，母牛嘛有啊，啊，母牛嘛有，母牛就这样有啊，哈，这母牛这样哈。系对哈。这是咱乐山的陈太太来孝敬咱母牛，教咱拜工作啊。嗯，啊，要给老师教丁丁呀。哎呀，啊，赶紧生后生。喂，好不啦？啊，谢谢咱的乐山的陈太太啊。嗯。你当年拢安尼寄蛤蟆落来吼。啊，真感谢您啦吼！啊，无你嘛，做比会甲恁保庇，比工作也甲恁保庇吼。哦，好恁哦，恁咧做事咧吼，恁安尼，五谷丰收，五谷丰收啦哈！大赚钱。啊，重点就是哦，好咱陈太太甲陈先生哦，身体健康吼。哎，无牛保庇。啊，恁等会收安尼哈。好，谢谢。哎，感谢。搁有一件代志哦，咱讲真正哦，边边栽稳就对啦。老婆，要注意哦，边边栽温卡会差遮济。边边咧看电视。奇怪，你啊补栽去，补栽栽苦，我啊补栽苦，先啊，你补有对，我补无对。那也安尼。无啦，唔是，唔是有对无对的关系啦。每人的栽温吼，欠侪欠少无一定啊。大坑细坑啊。先啊，我若欠较少，我搁着补两遍啊，我着进财啊。哎呦。啊，我若欠较侪，欠较侪可能两遍啊，搁无啥。老师啊，你讲的意思是安怎呢？我来讲。这大理咱这个高雄八卦了啊，八卦了啊，一位林师兄啊，对，嗯，林师兄哦，你敢知影安怎？安那，昨尾录节，我录节目的时阵哦，伊传咱的节目，传咱的节目哦，下一个影片给我看，好，哎，不是昨的影片啦，不是哦，不是啦，但是是这月日的啦，好，伊讲哦，今仔日这组牌作水，安尼跟我讲，伊用的迄组牌介水啊，好，结果。开三粒，开三粒咩？你来看一下，看一下。来来来，讲讲讲讲，有无？哦哟，二五二八三数啦。对，开这三粒，二五二八三数。嘿，啊，伊就是吼，朋友介绍伊来补财库无？啊，伊啊补三遍掉两遍。哦，哎呀，真正，真正，张伊就。伊就甲咱那个规个排机规个数字拢列起来吼，伊甲看看，今仔即组袂，我落节目了，伊就传互我呢。对，毋是开奖了，甲传的是落节目了，伊就传互我。伊感觉讲解渴。嘿啦，啊结果开三粒嘛。哦，所以看节目真正。哦，啊对面咧看节目，你看人家有在苦，甲无在苦差安尼。有啦。好啦好啦，所以这在苦重要性真正，你若欠在苦，欠怕这个表示讲了吼，咱就怎么能稳靠无靠人家外好，只要神书给做过。以外，咱个适当呢，爱来补这个财库。这个重要，因为咱的财库金内面本身就有补运金嘛。对。啊，所以你有补财库，就是兼补运啊啦。嗯。阿伯山，咱安尼就免开箱掉了。好，那补财库时间够啊。啊，咱那个财库金一分300块啦。大分呢？哦，一般要500啦。啊，咱呢？啊，咱十多年前就300。十多年后？啊，今嘛300。拢无起价。啊，十多年前我阁有20块通赚。十多年后咧？今嘛我一分了3块。人个工厂拢起价起300年啊。对。咱也袂敢起啦。哦，真正安尼啦。嗯。来啊，咱买补财库电咧，甲泡通下。较早人讲补财库一个月爱补两届哦。初一、十五、初二、十六。好，今嘛人，今嘛人免看日子啦。好。你当时有赢，即摆有看到电视，即阵有看到，即阵就是你的好时好日。电话给咱看好通，无得甲你进步嘞，赢啊！哎呦，看得对得来呀，你啦，对不对？哎呦，就是爱安尼做。啊，要来补财库呢？啊，就电话甲跑好通啦。即摆给咱看，我讲啊，财库金300块，我要安那缴？你免去银行，免去邮局啦，你就电话甲跑好通。哟，按张辉甲你站一个好位，互你好看。哦，啊！你后咱小姐留你的住址、电话甲姓名。然后哦，伊寄一张假钱的单给你。就是这张白色的。这张可以去咱附近的 Seven 全家 OK 来有付的当叫啊。你那唔免签名，免等于那唔免手续费。是的，你好。喂，我终于我不在乎。哦，有我哦，后悔相修啦哦。安保娘啊，主笔甲恁保平哈，有我哦。和你厝内面囡仔大细，大家平安健康，长岁寿高，你赚大钱啊！哦，好收到，来来一双一双哦。来，你好。张老师，阿英你好。王小姐。我好会享受三个，拢该去该食过啊。功德无量哈，无量甲恁保平大赚钱啊！好，谢谢。好，谢谢，多谢多谢。来，你好。哦。
我咧报在课哈，啊，报在课，哦，三加一啦吼，你宿管吼，对，哦，安排工作啊，甲恁保平啊，宿管，哦，好，你出来面见啊，大事，大家平安健康，我你大赚钱啊，哦，哇，啊，来一算一算哈，哎，你好，哎，老师你好，你好，咱到位，我那个在花莲呐，花莲哦，啊，花莲啦，安娜呀。即问，会使问一下好参，我会使问一下，会使无参，佮问一下。迄个你讲包大哥，嘿，一分三百块啦，一个月。我知我知。嘿。啊，叫你找人啦。来，你算一算，你讲啥拢听。有啦。来，你个喂。诶，张老师你好。邵勇。诶，嘿，阮翁个何求啊，无义啊。哦，好，恭喜恭喜哦，多赚钱啊！好，谢谢，平安平安。来，你好。你好。嘿。我会想修你阿弟啊吼，哎，安保娘啊，厝边甲你保平阿弟啊，哦，你厝内面囡仔大细，大家平安健康，够你长岁寿大赚钱啊，哦，来试算试算哈。所以呢吼，咱保债课呢吼，咱讲一分三百块嘛，啊，那是要甲咱的后生查某囝保债课，伊无甲咱多做会要安怎办呢？用你的主机啊，用伊的名就使啊。唔管囡仔伫北部也好，中部也好，南部也好，还是伫国外拢无要紧。用你的主子啊，用伊的名，咱就会当甲报啊。啊，所以咱报。不要惊母啊，惊兄弟啊，姊妹啊，翁啊，某啊，这讲家己人拢会使啦。好好。哦，啊，报在可名到弄个上那个老师家哦。对，来你好。喂。啊，叫啊。哦，哎。我年纪够啊！哦，谢谢多担啊！好好好好。名单报在可名单吼，咱个上那个老师家。每一天哦，透早头路乡，我就先离咱的中电先甲咱并啊。对。哦，啊，甲八公做啊并。保债库。保债库的并完了后，哦，咱那个搁咧吹这个发财酒。从啊咧吹发财酒。哎，啊，这发财酒咧吹吼，咱那电视机头前有新的啦吼。嗯。啊，那捌的人哦，那咱张辉咧吹呐，含慢的所在，甲我指点一下。老师，你欠伊着啊咧。啊，人说蛮欠伊。啊，发财酒吹完了后哦。他化这个发财金。佮将咱发财金化掉。这个发财金咧化的时阵哦，敢那看着知影这财神，这接有着佮接无着。嗡嗡嗡嗡。来你嘛，喂。喂，你好，发财双收。你贵店吼。嘿，哦，安排工作啊，哎，某娘啊，甲你保平啊。对，珍姐。哦，你厝内面囡仔大细，大家平安健康，够你长岁寿大赚钱啊。哦，好，感恩。来一算一算哈，来你好。喂，你好。小慧。请问你嘿，请问你电话有报一做迄个？来二算二算哈。不是讲个是安怎来算啊？对啦。嗯。点一回，唔知当时倒一回啊！你家己嘛未记住啦，可是安尼唔小姐，你爱问小姐啦。好，你点一回啊，倒一回，我唔知影是倒一回吼。啊，你问小姐电脑你咪就知影。啊，那是保债款吼，你要家己来搞咱互动保债款嘛可以哦，嘛是赶快一分三百块。对，那你好。喂，你好。喂。电话在不？哦，你收听吼。哎，安排工作啊，给你保平啊。少钱这样。啊，你囡仔是说平安健康哦，你大赚钱啊。哦。来三双三双。林光哦，咱老师给我发一个愿，来到佛堂拜拜，所有金纸拢免钱哦。是，来你好。张老师。方婷。啊，阮阿伯头个伯仔可拢给你寄过。哦，功德无量啊。啊。啊，用暗够你赚啊。谢谢。哦，谢谢谢谢。来你好。哎，你好。双哦。我那个钱汇过去的啊，跑马灯有我儿子两个儿子的名字，就没有我的名字，是落掉了、哦、啊，邱雪儿，应该是都有，三个都有啊。我们来细算，来查这细算啊，细算。哎，那你好，喂，喂，今天张辉的节目嘿啊，是啦，是哦，有啊，讲要保债可三百块，你现在一个人三百了。哦，三百，有。不跟你讲，就会使了哈。啊，你今嘛，你小等的小姐留你的住址、电话、姓名，对不吼？嘿嘿。啊，也寄一张缴钱的单给你。嗯。啊，你可以去超商台当缴啊。哦好。啊，免签名，免登记啦，拢免吼。啊，今嘛搞阮弄个信箱，我都提来拿就好了。啊，对对，来一双小姐给你服务来。哎，新朋友，你真正恭喜你。好，你大赚钱啊！好。你真正好运啊！你今仔日会晓买来报财库，我讲你实在有福气的。新朋友。哎呀，别工作，看起到恁到。有啦，哎，你起码你马仔伊都爱睡觉啦。因阿妈，那欢喜的时阵哦，伊就打电话给我讲，马仔要寄苹果给我。对对对对，苹果吃早袂离啊。哎，好吃早袂离，
我那存无偌济，我实在是长营养多，有多有来开来多接到，无得无得下掉，你拢唔知啊。然后咱个三分钟的时间了，波仔哥。是，赶紧哦，电话甲炮通吼，来你好。喂，你好，我做两个仔哥。一零哦。嗯。哎。一零。一零啊。啊，一零啊。对。一零啊，你都应该闹腾，你要请我无啦？好啊，我请你吃鹏哥啊。整个贵人，我可能变同桌面啊！我听到同桌，我拢欢喜起来。对工作，给你保平啊，玉林。好，你出来，明天啊，大事平安健康，大赚钱啊！哎，二算二算二算。哎呀，张老师啊，子涵。哎，张老师，有后背双修的专家吗？后背双修的是修这个灾苦个兼这个好气啊！一个人结婚啦，一个人结婚啦。后悔相修啦，对哦。哦好，安保人员准备给你保平啊。哦，你出来面囡仔大细，大家平安健康，等会收工你多赚钱哦。来刷刷刷刷哈，来你好。老师，我要后悔相修。好爱哦。你爱啦。我本地要甲你讲啊，但是我都未共鼓舞的人哦。我想讲你时阵到，你自然就会加解。你要好康啊，你都唔知啊。俺母娘啊，准备给你保平啊！好花姐呀！啊，你囡仔是说平安健康，够你大赚钱吼！来四川，四川哈！来你好。喂，我要保西康。咱住哩都。宜兰的。宜兰哦，俺爸工作给你保平啊！新朋友。啊，你出来面囡仔大细，大家平安健康，够你大赚钱吼！来五山，五山哈！来你好。三位老师。陈建奇。然后我呢，人拢未感冒，拢未好，叫护士我带。你即回这流感这爱几十天的呢？我已经几半个月啊，啊，拢未好啊呢。你未死啊？你免烦恼。对啦，啊，医生看药吃，啊，无你来保庇啊。有啊，有啊，哈，对不对？哈，那你好，那老师你好。各位乡亲啊！哦，咱林大哥啦，吼，林文生大哥，安保娘啊，朱碧给恁保平啊！哦，你厝内面囡仔大细，大家平安健康，够你长岁收大赚钱啊！哦，啊，来三双三双哈！来，你好，哎，嗨，我叫张伟杰等你，我就是啦，啊，哎，我就是，哎，好，我阿辉乡亲，好，你住哪队？台北，台北哦。好，安保人员朱碧给你保平啊！哦，你厝内面囡仔大细，大家平安健康，够你长岁收大赚钱啊！哦，来一双一双哈，来你好，喂，喂你好哈，哎，请教你，因为我朋友甲我介绍，讲叫我看你的电视，啊，不过伊是伫高雄，啊，我是伫台南仁德，啊，恁阮台南仁德是爱看第几台啊？台南仁德哦，我看卖这边只。台南人的我爱你对，台南你对，台南你对，台南人的新永安呐，新永安嘛，哈，新永安81台，八十一台，有，哦，嗯，好，好，好，谢谢，好好好，掉啦，嘿啦，安尼掉啦，莲花大家拢倒收，哎，功德无量哦，你的功德介大呢，嗯，你若报一个人，嗯，啊，迄个人啊，都好母娘啊，甲保庇着，好别讲话甲保庇着，嗯。哎，像要救一个人同款呢，功德无量。咱呢佛车殿观下吼，救人一命胜造七造的福报呢。开一只金口呢，哦，他出一个嘴，哎，功德有够大呢。嗯，老菩萨喽，你来看卖。对，咱用欢喜的心，对啊，就是安尼。啊，咱拄才讲了福慧双修无哈，福慧双修个包括了保财库，个包括了护持啊。是啦。所以那福慧双修，你个每个另外保财库，嘛每个另外护持啊。对啊，你两行拢有啊。你咧修福的东西，就是个修这智慧啦。咱的人生才会算作圆满啦，无食老来吼，大家拢欠一项。人工啊，目睭开两起，较亮滴滴要走吼，拢无够圆满啦，老菩萨。咱要修的就修这个人生的圆满，吼。啊，无你讲一个粗嘴的，有个人都有福气，伊都无头壳啊。钱盖济无地位。啊，有个人伊头壳袂歹啊，啊，就母一世人母无人接。无福气。啊，就无福气啊，人生无够圆满，拢欠一项。嗯。老菩萨。你若是讲福慧双修要开6000，开6万，安尼就唔免啊。对。开600块，互你贴一个香证尔。哈。拢无够加开。金纸娘娘，老师哦，拢无完全无收钱头费用，迄生的下钱完全拢唔免，阿爸嘛完全唔免，拢甲省省起来。安怎会是红庙之命啊？这都我算我义工啊。嗯。我这算义工啊。算服务性。啊，过来一点所在啊，家己的。嗯。
阿公啊，家己也免请人，拢唔免，所以唔免摊红包啊，恁都干贴地香烛安尼尔。甚至老师还佫请经团来甲咱哦做消灾解厄哦。这做功德费用以外，咱啊福慧双修的兼兼消灾佮兼消业就对啦。咱的经团达个月哦，像这礼拜礼拜日，早时的九点到十一点两点钟的时间，离咱的终点者。经团的，你才敢站经做功德回向。欢迎来对拜。啊，那是迄个要来对拜，欢迎你有好事无好事拢无要紧啊，通通可以。只要你有缘，都拢会使来啊。对。哦，给你报告一下吼，来你好，来拍摄啊。来，咱今年咱的节目。好，我讲明好啦，来你好。可以。你好呀。啊。条哥。哦，俺条哥啊，你来行的呢。嗯。啊。你今仔来报呢？谈你要请我无？好，好哦，别工作啊，给你保平安。超哥，你那是谁？平安健康的大赚钱啊！来，计算计算哈。哎，你好。喂，我咧好会装修。你油梨花呢？油梨。花是。油梨花，花是。很厉害。我的心跳白白走三关。该我说一回中关呐，安倍工作给你保平啊，因为我，哦，和你今仔是说平安健康多赚钱啊，哦，啊，一说一说，伊嘛要做寡义咧，哎呦，耶，我嘛介个做咧，真啊假呀，哦，我连讲哦，要做寡义好难看，要做大戏，因安那谈就对了。你要做寡义，我老婆在看。然后，但我做寡义，互别工作看，兼互恁看。好好好。看我咧做寡义安怎做。好好好。我无骗你啦，吼，要做寡义，我这我较早我。三，你是做小生还是小苦段？看是要做小生苦段，还是要小段？小段嘛，哎，不是叫苦段，叫小段，还是要做老生？做干生。干生嘛，哎。哦，我大行的，你好，喂。哎，你要做结婚嘞？你要杨太太呢？你杨太太呢？我姓杨，杨太太。哎，对啦，对啦，阿诺，我张辉啦。你张辉哦，你正在讲迄个。有，阿诺。哈哈，你敢知我？来，啥说啥说，今仔无啥时间，今仔是开讲的时阵啊，来你好。哎。哎，秋桂哦。张哥。啊。张哥说，拜托我怎么家庭作乱的吼？啊不，我惊大家人拍歹感情。好，拍拍感情，我讲听。是啦是啦，噶。我讲你听啦，有介济代志。我们打错有介济代志，咱这是。这边要哪办？哦，这你书底下卡电话，我了解一下哈。啊。书底下卡电话，我。看这个手机哦，老师。喂，你好。张辉老师。啊。我们请问你哈。哎。幼稚噶幸福爱家己哦。哦，这字用较歹，六个生肖：畜、牛、蛇、狗、鸡、猪。这两个先生，两个先生，我姓李，我有啊，我有得啊，我大姐，我在哪一度哈，我在哪小姐段哈，好，谢谢。那你好。我是要跟你老师请教的啊。秀芬哦。王先的会用何事哦？哎呀，咱家做小姐吗？好啊。嘿嘿，做小姐哦，来高双高双哈，来超级。机车舞来看我董家进过来，赵家机车舞。跟你跟左边右边右边左边再来一次我唱我唱鬼预备一二三十一二三十一二三十二三十一二三十上手二三十up二三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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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十上手一二三十再来一次up二三十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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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十上去一二三十祝你拜拖出去噗赞我来讲阿呆跟阿花的故事给你听
啊，花家在是青梅对嘛？哦，祖先就是西呀、啊。是啊，感情介好。两个人哦，祖先就讲啊、嗯，你无嫁，我无娶。我点要嫁你？哦，经过两年外，你也不多耍几日几日多。哎、欸，嗯，起码卖我转袂瘾娶。嗯，走去树仔砍两粒，拢甲电火破。好哪位？剩的迄枝拢甲砍好咯。真有车着、啊。啊，我到了。哦，哎、哦，门不当户不对啦，爸阿母要甲拆分开啦。现在阿花因老爸老母啊，就甲要甲做阿腿啊呢。哦，要叫好嫁人。是啊是啊，阿腿人都好嫁人啊。阿大人到上岗有没有贵厉害呢？这阿大人就甲阿花讲，阿花，啊啊、你明仔就要叫腿啊骨啊。无啦，我要嫁呀，明仔就要嫁呀啦。啊，咱两个人的感情要安怎？啊，无安尼好冇？安、啊、那，咱的最后一拜。哦、我干嘛嫁啊？干嘛嫁？我真歹。啊啊！那拄好囡仔要安怎？对啊，对好嫁人诶、欸！哎、欸，保险套啦，真临时临时要摕起保险套。啊，袂啊！阿花是说啊有啊。啊呐！伊走去卡走卡摕关键的保鲜膜。哈哈哈！哈哈哈！哦，伊个变足侪人呢。电火棒，也吹也讲，讲我爱。嗯嗯嗯。哈哈哈！哈哈！我真够唔知咧。嗯，即马工课办了，过冬讲阿花就嫁阿腿啊。好，东方花竹叶阿腿啊，就甲采落下咧。嗯，结果起来说，哎呦，安那，安那有保鲜膜。哦，阿花讲啊，惨啊惨，咱眉睛无清气啦。有啦，他也要咧，要小心啦。无啦，迄款查某人的处女膜啦。你拗拗我过啊！没啦，阿腿阿公啊，嗯，你阿初中莫顶广告印日期哦，假的，有效期限啊！连咧讲白菜都种迄种，真正有。我地乱哩吼，哎，没啦，没啦，你个安尼是较哩多啦。好，来，你个也讲一个。好。这个今嘛吼，这个天气较凉凉落来吼。嗯。啊，有真侪咱的老菩萨熬鹅肉的啦，哦，啊，有滴干耶啦，是什么代志啊？鹅肉熬干耶咧？迄个干耶就是讲，哎呦，张伟啊，你去年哦，甲我讲啊，我无用你的方法哦，嗯、我是讲，阮祖囝都有创什么话，啊，较会知影，拢无效呢。是什么话无效咧？啊，搞笑啦！我搞笑无效。这部搞笑吼，讲哦，我恁两个阿公，我拢咧走便所走到赢呢。啊，唔过哎呀，无当困呐。啊，变哪困？一晚你啊，这里起来，一晚你啊，迄起来是要哪困？哎、嗯，阿阿婆怕歹感情的分崩。哎、欸、啦，啊，无啦，家人免讲啥啦，家人你一暝走到天光哦，迄一点钟走一摆，你就免困啦。嗯。啊，熬鹅肉的啦。鹅肉。哦，鹅肉来讲好，张伟好加在有你。嗯。你敢知影我讲这部会老尿、会闪尿查某人哦？嗯。会老尿、会闪尿哦，迄外严重呢，佮医生看无到不大劲哦，佮就像你讲的膀胱无力，按走便所走一暝走五六摆啊。去年开始，予你用你的方法，差不多一两个月经过哦、嗯，我就一千到天光啊啦。好安啦。到阵都拢打打理理啊，都拢也未闪着，也未老着，佫未安尼三更半暝走便所。啊，你嘛较安心，免有志去互拍伊。安尼有志就袂歹啊。嗯。阮老兄嘛常来讲讲吼，咧查甫人啊，到早五十岁哦，会左右啊，热火线增大吼，迄拢一步就做几来摆放。放袂清气。有时啊，老罗毛拖起来，规个裤脚就转淡去啊。都锁袂安。即马有咱的方法哦，打打理理。甚至安尼用查甫人佫会笑到呢。哦，哎，我也要讲你。这个方法佫会笑到呢。为棒就开始。先等下关心啦，来操持。功夫。康树开，树到丹顶尽开，吹合合把提纲卡成了面。好，我的公，哎、欸，正平之人，正平之人，倒平之人，倒平之人，
头前一个，后边一个较好个，我就是两年、三年、三年，一口屁股的那无要紧啊。好好，我的闺蜜，是你。我的公，一。我的公，三。一。真正啊，超级笑话！今麦在讲笑话，老师在讲啊，正经较有正面能量诶。我讲到边啊？嗯，啊来咧，啊来咧。我讲啥？嗯，因阿达甲阿花因两个人就分手，一个就阿花去嫁人啊。哦，够哇，续集哦。啊，嫁人啊，经过五十年啊。五十年。因拢七十岁啊。阿花去用离婚呢啊！叫离婚啊！阿呆啊，拢无娶啊！一生气啊，你一人。对啊，结果你半路断掉。你阿花红，哎呀！你呆啊！阿花红，你呆啊！阿花公，你这样，无天气啊！你这样晓得啊？老师，你的表情怎么做邪恶啊？哈，就过啊，阿妹，我表情。哦，因为你在看到拢烂的哦。好。就他一个阿呆来讲，咱来去好铁路，就招了去安尼。啥会啊？七十外岁啊嘛，招好铁路啦。哎呀，是三股腾腾的哦。阿花就倒立啊，准备要等阿呆啊。阿呆立在挂保险套。阿呆背啊，算阿呆背啊。阿花就讲，对啊。嗯。迄项聚会也袂惊啊。哎呀，唔免啊啦。袂惊。哎，你讲话哦，无喙齿啊，字也做出来。你个挂保险号啊？唔免啊啦。阿仔讲啊，你唔捌啦。啊，无你系唔免啦。哎呦，你前日要挂保险号，伊讲啊，无挂会风湿啦。屏东潘小姐的尾巴怎那乖？酒一杯又一杯，希望伤心莫相催，无意愈饮痛愈醉。风一阵一阵吹，但愿悲伤放一杯，无奈愈深缘愈低。酒关难过。情人变冤家，一路行到这，望你留在今夜。我不是你永远的彼个，我甘愿，我甘愿，爱你是无代价。偏偏你头低低，也不肯改说。看着我双脚走哪飞，我愿愿愿为我牺牲你一切，偏偏你心凄凉，何家己来受罪？为你好，我只有走哪飞。咱的爱，亲像蜜烧炊，咱的情。心哪应该？藏在心哪的，梦境是永远的情话。酒一杯又一杯，希望伤心莫相催。无意愈饮，痛愈醉。风一阵一阵吹，但愿悲伤放一杯，无奈愈深缘愈低。情关难过，情人变冤家。一路行到这，望你就在今夜。我不是你永远的彼个。
感我感我爱你无少代价，偏偏你头低低也不肯开嘴，看着我双脚走哪会？我愿愿愿为我牺牲一切，偏偏你生气了，何家己来受罪？为你好，我只有走哪会？咱的爱亲像比烧炊，咱的情今生哪能过？藏在心内的梦想是永远的珍贵。我甘愿，我甘愿爱你无少代价，偏偏你头低低也不肯改说，看着我双脚走哪会？我愿愿愿为我牺牲一切，偏偏你生气了，何家己来受罪？为你好，我只有走哪会？咱的爱亲像米烧炊，咱的情今生哪能改？藏在心内的梦想是永远的珍贵。好，多谢。伫咧讲到咱即个柔道捧公腰子的代志吼，相信啊，咱的老朋友啦吼，咱的老朋友有咧用我予伊的观念方法咧照顾柔道捧公甲腰子，即几年来啊，即一二十年来就对了。相信这老菩萨哦，有因果人大家都学到，好讲好加在啦，好加在有长慧。现在变不高柔，柔化棒就棒，大杠啊，化了就了，得瑟的眼。但是有很多新朋友一定会想说，哎呦，我还不要较早看到的，我如果较早看到的，我就不然就在老柔，在闪柔，但一步柔都禁不住，有的全部人去到便所门口，便所门还没开开，柔就闪下来。尤其寒人更严重。哦，寒人棉被盖不住呢。啊，更不敢喝茶啊。是不是弄到天空也不行哦？啊，那袂使搞腰，咱就爱喝好棒。唔通无啉无放，我老婆生。啊，有个叫高招啊！高招无要紧，咱高招咱有方法，让你袂高招。唔过你若无啉水，迄款招放出去，下款迄个招都放袂清气。嗯。诶，咱咧咱咧啉水，就是要把招都放出去，连刚开袂去洗油漆呢。真严重哦！哦，你忙当作小事。都来洗油漆。哦，足侪人拢是哦。放药。因为这步招放袂好势，所以洗油漆，你若去看看医生，是毋是医生拢会甲你讲，你唔好禁招哦。什么人要禁招？啊，放袂清气。问题就咱招都一步招做几落摆放，啊，安尼就含禁招同意思嘛。像查甫人就好啦，查甫人到才五十岁，迄粒雨伞啦，肿大，伊会去缀着尿管嘛。嗯。啊，尿管缀着吼，你尿都放袂大，放袂大，伊这尿液停留伫膀胱的时间就伤久啊。嗯。啊，久呢到落尾哦，咱咧管理的迄个膀胱就发炎啊。哎，就倒对药剂啦。药剂对的发炎。哎，啊，药剂就萎缩呀。药剂就开始派去。派一个洗药剂呀。啊，到落尾就惊个洗药剂。所以你好酸不多。对啊。都无好个去洗药剂。啊，查某人嘛同款呢。查某人伊无了无酸，不过有一斤巴肚个大坑嘛，排一斤十个月啊。嗯。你到落尾你就底家膀胱拢挤落啊。所以老尿。啊，你就老尿，你靠药剂也无难啊，老尿渗尿啊，啊放尿过会臭尿破险啊。即阵唔管是查甫人好，查某人好，放尿啊，臭尿破险的人，你都爱说你啊。为虾米？做囡仔放尿就袂臭尿险，敢若有尿味呢？现在咱食老会臭尿险，迄叫做尿毒。嗯。迄话冲三摆水啊，同款规出来，迄规个夜景内面个臭尿破险啊。即安尼来就会洗尿纸啊，你莫莫安安尼砍潲砍潲的。歹势，我咧装下囡仔咧讲的拢通向脱开的，莫砍砍啦吼。嗯。啊，那阮爸拢讲砍潲砍潲啊。哎，慢慢看看啦，人工熟悉。啊，无真正说药剂。哎，真正说药剂啦，哎，其实哦，药剂无好吼，有一挂镜头啦。老菩萨，我唔知你有无啦吼。二十外冬来，我咧照顾咱的老菩萨，为着我老菩萨去说药剂。对。就是为咱的柔道膀胱先过去，过好药剂就袂算着啦。
但是腰子若算到的人，你注意哦。第一，人较熬身，较熬忝。哦，你坐个独孤羊。哦，你看介侪少年人免咯，老人介侪。嗯。腰子无好，啊！你讲话讲到困呢。嗯。有的人就是呢，胃口无好，搁要吐要吐。第三，放尿搁会起泡。就足典型的哦。啊，腰子无好吼，咱咧腰子咧讲抗议啊。未看起来真伤到啊！第四，咱咧腰子紧发炎。哦，哎，要洗就随便按了按袂落。因为酸会痛。第五。足够热啦！啊，放真少啦！啊，食饭食饭啊，一暝弄到天光个啦。包括了后山肥大。第六个水肿个啦。水肿这已经。这尿毒啊。这气了拢落屙落去啊。是啊，有困醒开边，含含手边边。边边个袂使啊。第七，放尿白落个哈。尿蛋白。这已经白心啦。查甫人这白心啊嘞。第八，医生若讲你有贫血，唔管你查甫人查某人哦，你腰子无健康啊。这会中完头。第九就是糖尿病人哈。咱哦，进到你啊，西药剂三个，其中一个糖尿病，糖分啊，两管两加，这是西药剂哦。所以糖尿病你也高药剂。第十高血压两管两加，那西药剂，张哥你我别讲无，我讲的话你拢甲录开，靠你的医生听啦哈。这讲笑还讲笑吼，这袂使低效。第十一就是痛风兼热身。哦，尤其寒人。你脚目手目哦，啊那食着火锅，食着一寡较高嘌呤的物件，哇，袂冻袂掉。啊，第十二就是尿道感染。嗯。唔放紧紧啊！要放放无？要放放无？放只个会烧会刮，七甲六皮生会疼。这卖哎呀，好油脂派去去洗油脂哦。对啊，安尼要安怎？嗯，掌握一个观念方法，让你好唔好？放就开始。唔管今仔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我要甲你讲，你出运啊啦！对，掌握一个观念方法，让你为咱的尿道、膀胱、油脂甲过去好唔好？好。安尼咱就袂去洗油脂啊，啊就袂搞热啊，安好唔好？好。来，无牛猪鼻来讲保庇。身体健康，你吃到175啊！不管你抽什么烟，其实你正不知不觉远离健康。烟害防治法修正七大重点，强化烟害防治管制措施，禁烟年龄自18岁提高到20岁，保护青少年健康。全面禁止电子烟，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广告及使用。为了避免青少年误以为无害或好奇接触，烟品不得使用公告禁用之添加物。禁烟场所再扩大，大专院校、幼托场所禁烟外，酒吧、夜店未设有独立空调及隔间的吸烟室也都禁烟。为了增加警示效果，烟盒警示图文面积增加为50%，增加健康风险评估审查机制，指定烟品及其必要组合元件需经审查通过。为全面禁止电子烟，违法行为加重罚则，民众使用也受罚哟。烟害防治法，保护你我健康。来，阮家老朋友哦，忙啊忙，等啊等，就是拢要等这款。惠安堂欠家了袂掉的健身好，南瓜子的健身好，来看一下。来，惠安堂的吼，惠安堂的哈。健身好，健身好吼，南瓜子的健身好哈、嗯。好，来谢谢哈。这价格通人讹了，这一罐1000块啦。好，咱跟你讲啊吼，买两罐2000块。买两罐，我有加送两罐。买两罐，老师送两罐。这我有加公司争取，安尼2000块。安尼个做俗个呀。哦，咱无甲咱起价啦。对。哦，啊，但是也无敢赠送啊。俗无赠送啊。啊，不如个若半人到啊吼，我要送你一罐面霜吼，好你哦，安尼为民抹甲规身躯。啊，拢袂烧白安尼啦吼。Q10 海洋胶原蛋白面霜，佮送你一罐。安尼一组4罐2000块。啊，送一罐咱的面霜安尼啦吼。但是我要讲吼，就是今仔日新朋友足济嘛。嗯。即马前20位吼，前20位，那电话卡起来，你若会晓讲即个健身好。健身好。佮加送一罐啦。我们套餐，但是你要讲健身好啊。会晓讲的较有啊，袂晓讲的无啦哈。好好好。还是啊，像昨哦。有两个欧巴桑哦，不要讲，不要讲啊！提四罐呢，哭哭累，哭哭累。有啊，你个累，我就不爱卖你啊！你家己不要讲，没讲上，你怪什么人啊？来啊，今麦也要讲的，搁加上一罐啊！健身好，你若不要讲健身好，你讲买南瓜子，啊，是赶快加一罐，啊，加一罐啊！好喝，好喝。0800-0012-589，北部五组，北部，中部那五组紧手就断啊，中部。南部嘛五组，南部花东平湖有哪五组哈？安尼进20组，安多20位啦。等下靠通老师给送你一罐咱的 Q10 海洋胶原蛋白面霜一罐。你若会晓讲健身好，还是会晓讲南瓜子，搁加送一罐给你啦。搁加送你一罐。咱公司就是安尼2000，吼、嗯，
啊，这款算我替咱争取的哈。空八空空空一二五八九啊。第一回。哎，健身好。哎呦，清水兄哦，咱住伫新竹的北区哦。安尼加一罐哦。来，一罐谢谢。先起来恭喜你啊！你个加一罐，加一罐啊！除了送你一罐民生以外，搁有送你一罐啊。好。来，第二位什么人？喂。哎呀，健身好。咱住伫倒位？叫燕京。燕京啦吼。新朋友。你也冰冰冰冰冰啦！这罐送哦，你搁加送一罐健身好啊！来，你说你说，谢谢啊！恭喜你出运啊！来了。健身好。咱住伫倒位？我都是三一，好，你有够老的，来三双，谢谢你啊！安尼拢送五罐。来你好啊，开始。来你好。哦，你健身了。哦，你春季啊哦。哎。都加上一罐民生以外，够一罐咱的健身了啊。哦，来五双五双，谢谢啊。南部人，你要求着咱南国鸡一定爱吃。来你好。哎，健身好。咱住你倒位啊？我住你江河。有够老的啦，来四双，谢谢啊。有这种，咱唔免三更半夜在咧叫便扫门。来你好。喂，嘿，你好，炸的啦！来，一桌来一双，谢谢啊！我送你一罐。哦，来你好，喂。我们爱南国鸡一桌，哎，嘛可以，哎，那个，啊，那个老鸡，老波长，老鸡，你对我老鸡好啦。老波长啊！老鸡不是上面人啊。老波长啊，老鸡啦，哎，你说你说。你是讲伊家己的名呀？喂哦。喂，你好。啊，煞无人咧！你阿斌啊？啊，嘿嘿。一桌好，一桌好，来三双三双，谢谢啊！有讲就健身好。来，你好。哎，健身好。哦，来来四双，加上一罐啊！来四双四双，谢谢。这十个人要抽到，那爱健身好。来，你好。喂，要一罐健身好。啊，别算了，你算了哦，搁加上一罐啊！来来，一双一双啊，谢谢。哦，我这老朋友新朋友，咱们做厉害。来，你好。南瓜子啊。南瓜子，咱住伫倒位？在庄啊。回大来中华来认识认识，恭喜你新朋友啦！好多咱老婆婿，伊讲要买健身乐，搁买老母长，伊讲要买老鸡。老婆婿，你较天透哦！你把你家己的名讲出来。哦，真正老母长啊，老鸡。我要。喂。喂，要健身乐。你阿娘。哎，健身一罐。今仔上面送一罐，搁加上一罐啊！嗯、来三双，谢谢。赶紧赶紧，这十波人，这个我一定爱吃。来，你好，你好。哎、欸，春季哦。嘿，我要他对我有个咧质问啦，吼。哦。我是要去甲你问一句，讲这是不是过？你稍等下来，我穿我穿。老师，安尼你健身要不要吃？这过头啦！你三更半夜清晨，你要安找诊所哦。好。哎，快点嘛！电话到，电话发，电话到，电话查到拢唔敢入来。伊讲拢有人咧巡机。喂。喂。哎。张老师啊。哎，我见。哎嘿，我要浅浅浅的一桌。浅浅浅的哦。哎，来，哎，一双试试。啊，你也看拢没广告。来，你好。喂。哎。你好。喂。美颜，美颜姐。美颜，你双刚才一双，你双啊！哎，来你啊，喂，张伟，啊，张梦丽，好，地景好，好赞，今仔有民双，搁加上一罐啊，好，来三双保留，搁你保平安，谢谢。老师，咱的健身都不要吃，早暗两粒，两粒两粒，咱会再食饱食两粒，好，啊，用暗食饱食两粒，安倒啊哈。啊，因到脑其他品牌的人国际边安怎办？莫单调哈。恁到老白种白煮的南瓜子，那食了好势好势，就免阁卡催我啦。好、哦，啊，恁都那是食了无满意，无要紧，忙淡掉。恁到的一粒，啊，咱的一粒甲掺做伙食。好、哦，安尼拢未拍算。啊，你个当比较。人无偷者啦，偷者两间做去食啦。但是咱张，咱张伟人未讲哦，食我的倒啊，白米的拢唔好啦，我唔是安尼人。但是咱南瓜子是作熟作熟的哦，啊，而且个作满意的哦。来，你好啊。哎，等会，哎，我爱一桌南瓜子哦。哎，赞呢。哎，啊个桌迄个老鸡母，老鸡母而已。系嘛？哈哈哈哈哈哈！一刷一刷一刷。哎呀，我那不爱解释啦。来，你好。喂，美颜啦，南瓜子啦。南瓜子哦，今仔个加送一罐啊，你三点铺哦，来三点铺来二双二双，谢谢啊。总算要两分钟。你看我这老婆菜。伊食了满意的个顿，啊个倒介绍诶，啊咱这都讲者较真金不怕火，哎真正啊个俗，哦，按张伟咧做代志就是，无趁咱的钱，恁都闹白种白煮的食了满意，你就免找我啦，啊你免个免个那么浪费时间啊，对，啊你若感觉讲，哎呦，啊开足侪钱，惊足侪冤枉路，有，
这就是你的终点站。你找一个比较俗的，比较满意的。大碗够满意啊！俗够满意啊！来，跟两分钟到。再有两分钟。空八空空空一零，我不叫他拄只卡不通的哦。嗯。正点的拍啊，北部两个到，啊中部两组，啊南部两位，啊那我安个六个啦。先再有两组。什么人要做代表？北部、中部、南部，空八空空空一零。五百九，等你哦。我知道，咱个每三更半暝底下叫诊所问，你个唔免底下咧烦恼一三五兼二四那个问题。啊，过来打打理你，佮干干净净。哦，迄真正查某人啊，有这种，拢唔免烦恼，免他妈底下安尼安尼安尼扭你。对，得人听。那你好啊。哎，伊个我要健身好。健身好哦，咱住伫倒位？中华。中华。新朋友。今仔有一罐面霜以外，佮加上一罐健身好哩。来，医生来试试哈。那你好，喂。张辉老师，徐慧啊，徐慧姐，哎，啊，南瓜子，哦，来，给上一罐啊，来，一刷一刷啊，哎，你好，喂，喂，有话，南瓜子 ，OK， 来三刷南瓜子，谢谢，来，你好啊，你好，哎，新朋友哦，哎，对，我听我叫咩南瓜子 ，OK， 给上一罐来四刷，谢谢，我超过罐样，哎，来，你好。哎，我来煲仔糕。哦，来，这句话是啦。来，我上，我上啊，谢谢啊，煲仔糕啊。再有半分钟，我嘛剩两组。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搁两个人客啦。这十波人爱吃哦。哦，搁两个人客啊。十波人，你要抽到你健身好，先啊，创个好势。哦，这我咱早暗两点，我对啦。今仔所买拢有加强啊。哦，搁有加强啊。啊，无加钱啊。加强无加钱。有加强啊，无加钱哦哈。今仔所买的人拢有加强无加钱啊。来，你个喂。嘿，我会做南瓜子。OK， 来，你双子双，来你好，喂。我无南瓜子。OK， 再给上一罐沙双，谢谢啊。拢送五罐。来你好啊。喂哦。佩珊姐，佩珊。佩珊姐。来，我双啊，再我双啊，再啊。来，一双。都是烤肉油单。阿哥啊，继续卡。哟，今麦个晚上当中继续看八号的呀，八号的哟，八号的什么晚歌？这首歌呢是咱难忘的爱情呢，咱这首歌曲呢是板桥陈小姐的白歌。
人哦，唔好含人相比啦，哦，人比人会气死人啊！啊，比就比，要讲哎，要哪比？比上不足，啊，比下有余啊！哦，是不是呢？含家己比就好，老婆生咯。我嘛拢讲含家己比，可比讲我含我家己比，比讲啊，我即马身体，今仔日有比前较健康无？哦，啊，那有增卡变增卡健康，哎，增位观念未歹哦，哦，对不对？继续，咱就是安嘛。啊，我今日有变增卡好无？哦，咱爱比安尼含家己比都，免含别人比，比未完啦。哎，人比人都气死人。人的努力打拼，除了要满足到咱三顿的三顿饱以外，嘛希望会当得到咱的同事啦、朋友间肯定，对不对？甚至间尊敬嘛。所以厝就会去比啦。你敢看做官的比讲什么人的官位较悬啦？啊，做生意拢比看什么人生意做较大财产较济啦。啊，读册囡仔拢比看什么人学位哦，读到什么博士、博士有诶无诶啦。啊，有诶查某人比看啥人到高生囝啊。哦，你比这样、哦。有哦，嘛甚至人讲比讲什么人伊某较水啦，比什么人个车较大只啦，甚至用饲狗啊、饲猫啊，搁比看什么人个血统较正。无所不知比就对啦，逐项比啦。安尼呢？但往往哦，拢会愈比愈生气啦。这也就是人嘛，哦，人比人会气死人，就是安尼。一个人袂当比一个人，这就是劝人讲唔免去比，因为天外有天呐、啊，人外有人呐、啊。要安怎比？比袂完呐、啊，加了精神的啦，好对不对？不过我咧认为啦，哦，如果调整一个咱的心态，同款会使比啊。要比啥？咱若比上吼，为什么奇怪？伊较会比我较有成就哈、啊？我某人钱啊钱贪比我较济哈、啊？哦，甲咱家己含对方相比一下，你就发现讲道理就伫遮。所以咱爱找出个道理，甲对方伊成就伊贪介济钱，诶，这方法，咱甲学起来。成功的条件、哦，对不对？啊，咱就变成咱家己的目标啊。哦，那这种的比，这就有鼓励效果啦。会当鞭策你家己，跟日子更加努力打拼。成功人的特质。哦，对，就是爱安尼嘛。嗯。未使去甲嫉妒，讲伊比我较有钱啊。你爱想讲，伊有啥物趁遐济钱，我爱学啊。伊有啥物特质？哦，对不对？啊，你若往下比咧，你看别人的成就都讲一较不如咱啊，无多含咱比啊。所以有时阵哦，要讲起比较尾啊，吼，咱家己有哪会漏开呢？啊，讲真正吼。真正有影比上不足啊，比下有余呢。所以种比吼，要讲开先，倒不如卖比啦。其实吼，咱不管安怎比啦，本身吼那无对咱本身嘛无什么意义啦。人若是落入这个比，诶，这个未中内面吼，你就一世人未快乐啊。哦，人活咧都唔是为着要比来比去啊，而是要追求自我的现实啊。而咱自我的这现实，那是无目标。哦，是袂当比的啊！所以如果你若真正要比，会使，我都讲起了，你今仔日有比咱较好无？兼家己比，安就好啊嘛。人比人都气死人，较在你比来比去要创啊。所以家己比，含家己比就好啊。好，老菩萨含家己比拢袂生气，对不对？啊，生气嘛，生气家己也袂去生气别人啊。哎呀，对不对？咱点挂下。好好，来。七八九空八八空，七八九空八八空。一通电话讲三句，对三句。我带队，我什么人，我听什么歌。简单要明了。来哦，电话关机，拿开，我手要烫掉。小烫烫，哎呦呀！中烫烫，啊，我白话不？大烫烫，哎呦呀呀呀呀！呜呜呜呜，烫掉一件烂嘞，又怎样？哎呀呀呀呀呀！呜呜呜！啊，你我看撸来撸尿的呀，哎呦！喂啊！喂，新北市黄小姐，哎，黄小姐，高雄的月，我该拜一两下。谢谢。拜拜拜拜，来你好，阿爸。张阿爸。张伟大。张梦丽。王连华。哦，阿爸，王连华，你是不是叫阿爸？我惊一下，我拜，我该拜二下啊。好好，拜拜拜拜，来你好，喂。张伟老师。嗨，春金姐，有。啊，张已相婚。雄浑啊吼，好，我拜三好啊，好，拜拜拜拜，来你好，哎，张慧老师，哎，阿帅，阿先生，哎，我点歌，好来唱歌，唱情情爱花，情情爱花拜四好哈，好，谢谢，拜拜拜拜拜，来你好，你好，嗨，我听的，什么歌？情未登万未醒，情难登万未醒啊吼，
好好好，拜拜啊！我给你拜年过好啊！大你好。哎，张飞啊。哟。啊，我有报贷款，那个名无报。你敢问小姐哈、啊？你要问小姐？来，你好，喂。哎，张美女你好。哎，你好，王小姐。啊。你看你感情的客户啊，感情的客户啊，我给你拜六个嘛。啊，谢谢。好，拜拜拜拜拜拜。来，你好，喂。嗯。嘿。嗯。小梦英。哎呀。哎，什么歌？那个《花样年华》。哦，拜七个啊。来，你好，喂。喂。嘿。我的路子。你稍等下哦，来一耍一耍啊。来，你好，喂。张老师你好。哎，李春，嘿。哎。谢谢，我收到啊。哦，好好，好，谢谢啊，拜拜。哦，好，拜拜，拜拜哈，罗兰尼啊，哦，真真啊，来你好，老师，嘿，我爱华，爱华呀，我要听啥人未想去故乡，啥人未想去故乡，我该拜地了哈。啊，谢谢。哦，好，拜拜，拜拜，来你好，先生，高山认识，我要听剧情，剧情，剧情呐，哦，对，谢谢。好好好好好，拜拜啊，好好好，谢谢哈。哎喂喂喂喂喂喂喂我啊啊开不会啦哎你好你好等大哥阿英你好好的很好要要要等哎没等一条哟大宝公哎没去接啊好再见天光向广南哦天光向广南你好好啊拜拜怎么拜怎么啊啊、看到烟斗拢紧张起，啥话嘞？那我就想哦，我讲我爸讲啊，你都青菜先生，都我先甲只烟斗，唔知你从啊？老师，啊只阿文啊，看到我啦，啊啊啊啊啊！哈哈哈哈哈哈！人个早见咯，人你就安稳稳啦。哈哈哈哈哈哈！人那个岁数也早见啦，你啊看到我讲到样拢大字，哈哈哈哈咋不会？哪个？老师？哪个啦？哪个啦？什么歌？哪个哟？好像小满姐姐哦，点这首歌叫《爱你入骨》。我的妈的，爱死的！
在咧寒人哦，唔知是安怎咧，太惊放晒就会加足歹放啊咧啦。寒天人吼，就太安尼啦，那有当话人吼。迄个第一啦吼，咱咧寒天，介济老大人都。介侪人都拢无爱，无啥爱啉水啊！未嘴干，无咧流汗。咱的水分无够，啊，水分无够，咱的咱原地那年岁较侪人，肠啊都咧无力啊。嗯。啊，咧无力，即摆水分无够吼，我伊蠕动变慢呢啊。啊，慢呢，即摆吼，咱肠啊是弯弯弯弯啦。嗯，弯弯翘翘的。啊，你的屎可能到迄个弯弯的所在全积掉咧。好。啊，即摆积咧，都像水沟啊，塌掉安尼同款啦。嗯。啊，所以你到落尾吼，你会感觉。好好把刀丢掉，我塞放袂出。对个，啊，迄是足危险哦哈。会介危险吗？咱迄个等下像安尼嘛吼。弯弯翘翘。啊，你即马放拢放中一条。嗯。啊，边啊粒粒的这种无放出来。放无清气啦。这叫做宿便呐。卡伫等下边诶。你用放这嘛？对。啊，这掉伫等下边，这无放。这等下边，这到落尾，伊这生烂三麻。死肉。啊，烂三麻，咱啊年岁济人啊，是讲哦，这个抵抗力较歹哦。伊个息肉，伊产生白便，叫做肠啊癌。肠啊癌，原因其中之一就是为你屎放无清气开始。对对对。咱一个人吼，一天正常爱放两摆啦，正常啊，放一摆算小秘诀啦。方辉，人医生讲哦，一天放一摆都有够啊。伊是针对恁这肠啊无力的人讲，你若有放比无放较好啦。啊，无要正常来讲，你甲问医生讲，讲我讲的，一天一定爱放两摆。嗯。靠算正常啊！你讲算啊？咱那个二十四点钟嘛，咱是毋是八点钟咧休困？对。啊，剩十六点钟，啊，咱八点钟放一摆，啊，十六点钟毋是放两摆，无去放几摆？嗯。哦，这是爱安尼较正常。啊，该放我清气。啊，放爱放清气。啊，你若两工较放一摆人，你来说你啊。别介哩呀。你若像在两工较放一摆，两工以上啊，哦，有诶三工四工啊，两工以上放一，两工较放以上较放一摆人。嗯。这生肠癌的机会足悬的，甚至个食些些的老山药啊、下药啊，能变侪。有诶，搁愈食愈侪粒咩？本地位一粒，本地食一粒，变食两粒，变食三粒。我捌去拄着食八粒的，搁放未出。啊，唔个个搁愈食愈侪粒。无啊，迄个爱用通的啊。用通的要哪通啊？我那主人人都有啊，都通啊，对不对？那无啥，啊，你倒来搁请我来甲你通，啊，无来叫医生甲你通呢？啊，无尊严。你敢知影？你一个月开偌济钱？干那一部屎无放个尔，啊通下你都要通下你，哎，这条老命都无用个。屎放无出来会无命哦。我跟你听哦，人吼介好看，这部屎若放未出来吼，规身躯毛病啊。哦，哎是万病之源呐。咸酸甜苦涩丁高汤冷拢食食里只，像个盆汤安那。嗯，你来得发干。你看无阿瑞盆汤甲平看，盆汤个味先做啥物？唔免啊，啊足远够偏着啊。你看想个物件盘公公，为顶悬一空内吼盘公公，为后壁一空出来臭干干。哟，安尼有毒无？做毒个。做毒个嘛。你先伫咧体内哦。啊，就是因为有毒，所以咱爱赶紧个放掉啊。问题，咱也放袂掉的人呢，放袂清气的人呢，毒素拢伫体内，流离辛苦，流骨了，感觉放袂出来，过来可能爱用通啊，食两片这人要安怎？有毒一身病，啊，无毒开一身轻嘛。所以呢，晒放袂出来，你主要看爱暗时歹困，相对的啦，暗时若无好困的人，伊晒绝对歹放。啊，若无啊，若晒歹放的人，你暗时也绝对歹困。我张威啊，若晒好放呢？你即马暗时就免食爱困药啊，你就困去啊。人讲熟悉就是安尼，所以哦，咱介济人拢唔知影这厉害款的，有诶皮肤会痒啊，痒痒。因为你晒无放出来，皮肤痒啊，啊无生皮肤病啊。哎，看皮肤可袂。啊，口臭啊，迄口臭阁毋是一般诶臭呢，迄倒像诶咱较早做囡仔，伫咧晒下甲咧喝便所痰同款，那臭酸甲臭甲会酸呢。有你有烧通诶啦。是你家己无闻到，恁个孙啊闻到哦，爷爷奶奶臭臭。哎，拢老人型的，少年你干嘛听着少年型？老人唔到老人型，因为你都晒半袂清气啊。我有一对朋友的翁仔某吼，朋友两个翁仔某，册拢读足悬的，啊因的生活拢足单纯的，也无烟也无酒也无槟榔，无歹习惯啦。哦啊，足早困的啦，啊食食也改清淡嘛，袂乌白食。嗯。结果两个翁仔某等啊啦。那还安尼啊？对啊，这。什么人买安怎？什么人知啊？无人知嘛。啊，两个阿公拢肠癌，啊，都拢有那病院拢处理嘛，经过五档啊哦。两个阿公拢好势好势哦，经过五档好势好势。
十八年前按张伟伦生歹命嘛，我三个月到目前我嘛还佫三个月爱等回诊一摆啊。啊，我伫病院去等着，即我即朋友啊，伊加我三岁。我爱老兄，啊，听讲你安怎？我系啊，即阵无代志啦吼，我五年啊，化疗拢做了啊，即摆我打麻将。有生安尼，外观也袂歹啊。对啦，咱嘛替伊欢喜啊吼。只不过是咱无病倒会变有病，有病人口会当挂无代志，对不对？所以我人家想讲阿无分享一下哦，迄、那个要安怎活落去的观念方法，嗯，大家互相鼓励嘛吼、哦。可能我咧从事这个行业啦，我迄个朋友唔知想讲，我唔知要家己鼓舞啥呢？啊，咱是好意啦吼。哦咱靠咧共鼓舞我离这个业界二十几冬啊，我唔捌卡一通电话讲某人啊，你有欠啥无？没啦。我未安尼做咧，我连面小姐都未，卖讲我。所以哦，啊，我想啊，伊若惊我也不好惊。结果过外久半年，死叫我惊。啊，伊唔是拢过关啊吗？这就是他拄则我讲的嘛。嘛是等刚刚。啊，你无病的人都变有病啊，那有病的变会转哦，即世人无代志，无得道理啦。所以等下要顾清楚。你等下有病，虽然治好啊，嘛是爱注意爱顾调啊。对。爱无换牙开就牙开呐。嗯。上可怜的阴谋。阴谋。伊死了后，经过一月，你换阴谋对伊走啊。嘛是同款吗？哎，都那嘛是等下啦，系啊。因为精神的诶瓦壳。无啊，伊靠因翁尔，因翁无伫啊，伊着规工日啊，甲想着想甲死啊。当爱顾好清气。所以老婆仔，咱人的身体健康哦，迄是无价之宝啊。对。啊，这部赛一定要放好清气。嗯。赛若放无清气，什么代志拢免讲啊。万倍之源嘛。好、哦，咱讲属实的。你含药啊，佫食袂惊。对啊，因为当啊负责吸收，你看迄囡仔哦，那咧发烧，你啊烧袂退，迄钱卡装啊，一粒卡装甲钱去哩。嗯。啊，五分钟、十分钟就退这啦。因为咱的当啊，佮负责吸收。伊是负责吸收啊。现在掌握这个观念如果好你你的屎好放以外我们如果有慢性病药在吃它会吸收我们的病就顾会掉它就不会药越吃越多、哦啊、我们如果肠子屎放的清气我们肠子好吸收我们三肠吃的营养吸收的对人身体才会健康对三件事情更重要、哦、所以我们要睡饱饭睡饱饭啊，食好饱饭，食好饱啊，放好清气人生三大事、哦、这三件事情都食好饱，哎，困好饱眠呐，啊，食好饱饭呐，啊，放好清气，啊，三样呀，嗯，敢那足简单哦。为倒做去。屎呐无放，拢无简单呐。哟。你这部屎无放，你想要哪个吞下落啦？你个食袂落呀。对不啦？啊，你屎无放，阿某你清开，你暗时要哪困？你个困未起呀。所以等你这部屎放出来了，哎，身躯顶足侪病，全部带无治，阿免看医生，只要拢家己好呀。因为咱体内个无毒素啊嘛。啊，老三拢放出来啊嘞，哦，老婆三，啊，暗时开始好困啊。嗯。啊，心情就好啊！哎、欸，差伫遮尔呢。哦，放屎重要。这部放，这部屎放会出来，袂出来，都当关键差伫遮。那无啥，你好办无？歹办。你有想要做好办无？袂。唔免人甲你乌卡称啦。好、哦。唔免人甲你通啦。家己安尼。唔免你个电价费要欠关啦。安尼一分钟坐哩，然后两分钟就甲解决啦，安好无？好。来，无你话做别个敢保平啊？哦。身体健康，食到175啊。这我来过等啊，卖用闭眼。老婆仔，你出运啊！不管你抽什么烟，其实你正不知不觉远离健康。烟害防治法修正七大重点，强化烟害防治管制措施，禁烟年龄自18岁提高到20岁，保护青少年健康。全面禁止电子烟，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广告及使用。为了避免青少年误以为无害或好奇接触，烟品不得使用公告禁用之添加物。禁烟场所再扩大，大专院校、幼托场所禁烟外，酒吧、夜店未设有独立空调及隔间的吸烟室也都禁烟。为了增加警示效果，烟盒警示图文面积增加为50%，增加健康风险评估审查机制，指定烟品及其必要组合元件需经审查通过。为全面禁止电子烟，违法行为加重罚则，民众使用也受罚哟。烟害防治法，保护你我健康。来，阮家老婆婿，大家拢挖苦一组，真够溜的啊！够溜够溜的。啊，这什么人会使吃？大家拢会当吃。囡仔嘛，敢会使？连小朋友都会使吃哦，哈。好好好。还有位小朋友哦，嗯，讲像要剃鸡的，像要羊啊，有无？哦，这袂使哦。我讲你听，好，这那会使吃啊？来，这足单纯的物件。
会安动的哈，金箔，你这来拉远拉远拉远，稍微拉远啊，来看到小字，看到小字哈，啊，来谢谢啊，好好好，来谢谢。你真会同人娱乐诶。今天我大油袋一个啦，一罐一千块，伊叫做金骨溜的哈，金骨溜骨溜骨溜，也要讲骨溜骨溜的哦。对，我有那个油袋啊，一罐一千，两罐两千，买两罐送两罐，买两罐老师送你两罐，安了冇？四罐油袋两千块，这四罐两千固定的嘛。嗯，我跟你讲，安那，今天你那是起来也要讲骨溜的，也要讲金骨溜的哦。好，我搁加个送一罐，你加讲一句金骨溜，搁加一罐。安尼啦，有心肠啊啦。我给上一罐，三一给上两罐哦，有有有有有有，一罐一组四罐两千，也要讲真骨溜的，是讲骨溜骨溜的，这两罐都送给你，总共六罐药，二十个人啊，二十位家有哦，北部五组，北部，中部五组，中部，南部五组，南部，华东平湖五组啊，全部拢总二十组，安尼合理开。两千块，两千块哈、啊，也要讲真骨溜，这两罐都送给你啊！你无讲真骨溜，就是四罐。对，来你好。喂，老师你好，你家转了刷卡对？哦，来你刷刷卡啊！来你好。喂，你好，老师好，阿英好，真骨溜。哦，你贵太太哦。对对对。哦，你有够老的，加上两罐啊！来一刷，谢谢。哦，加两罐呢。我这贵太太安尼真正是的。是啊。哎，查某人啊，像安尼天价啦，这个天价啦。来，你好。喂，哎，嘿，我要那个千古溜的。哦，你千水鸭哦。啊，对。哦，给上两罐来三双，谢谢。哎呀，讲千古溜给上两罐。来，你好。哎，我是古溜。哎，没有嘛，古溜来能给上两罐来四双啊，谢谢啊。来，你好。哎，你好，讲要给你买古溜古溜。哎，带你到位。啊，我。各用钱哦，这两罐可以上楼的，好，你滚溜滚溜嘛，来无双无双。新朋友，恭喜你！你好，哎，哎，二嫂，哎哎，嘿，安娜，没事，你干不起来哟。我张威啦，我张威，你别滚溜硬。对，哦，来，一双，不讲，你不讲哦，不讲，不会搞。哦，没，一双，啊，来你好，喂，他哪里？喂，新朋友，你双，再来你双，哎，来你好，喂。哎，哈，我买一组。阿妹啊，哦，哎，一组是四罐两千啊。顶讲骨溜骨溜紧嘞，你两罐，六罐是这个六罐。无你呐，爱讲骨溜的，靠送两罐哦。我要送做真骨溜的。好了，说。六罐呐。来，你好啊。哎，你好，我要买那个什么叫真骨溜。好好，来一双骨溜的，来谢谢啊。六罐，你讲骨溜的多少啊？来，你好。我要爱买坚果料。哦，来给你刷收金哦，来谢谢。哎，真介好听。来，你好啊。哎呀，拍谢拍谢。你要讲果料的介好听。哎，你要讲我要果料的啊。果料的。安尼就加上两罐啊。啊，那是无讲六。咱公司即马四罐两千啊。算正常哦，会好关给啊。今仔较好开，我送你两罐。但是要讲果料果料的啊。来，你讲啊。我爱坚果料的。哦，真灵香哦。来，三刷加上两罐，谢谢。六罐呀。来，你好。我要去早上老师。去早上。哎，真骨溜。赞嘞，是说是谁？阿丽老官。来，你好啊。你现在是快递。啊。阿学姐。哎，我们真骨溜。赞，你这老朋友啊，来帮我说是谁？哎，来，你好，喂。喂。哎，贵子。我要骨溜的。骨溜的啦哦。来，那双是谁？那双，那双，那双，六线接电话。来，你好，喂。我要金骨溜诶！王太太，你中头诶呢？哦，来一双，谢谢啊，给上两罐啊。六罐药。来，你好啊。哎，金骨溜。哎，你莫博训练哦。嗯，六罐。来，六罐，来一双，一双，谢谢啊。哟，我这老婆在今晚先公开啊。哎呀，公开，老师，阿奶奶骨溜要哪只啊？哦，一开始要只哦，先早暗三粒啦。三粒。我们开始咧食嘛，拢早暗三粒啦。伊袂影响咱的生活。啊，食两撮啊，过了，咱一天食一摆就会使啊。好，你若满意了啊。你要啊，你一届要下再食也好，要中昼食也好，要暗食也好，要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啦。好，你得负责一天甲食一摆。一届食三粒。嘿，啊，但是你一开始爱先食两摆，先食早暗哦。早暗三粒。来，你嘛。喂，我在做梦，你呢？因为金骨料是安怎食？早暗三粒，吼。早，看八个，食两包。拢无要紧啊。拢无要紧啊。对。
来一刷一刷啊！你袂影响咱的生活，你袂酷酷壮啊！你工课照做，生活正常，你袂因为食了这啊，你也酷酷壮啊？没有，不会哦。这人一般无同款啊。对，嗯，足顺的啦。这就是足单纯的物件。你那个当好吃，你讲我单纯。小朋友，咱啊像个小朋友，迄个国小的无？你一天我吃两粒就好啊，好，伊就欢喜个。你个经过了啊？啊，无有诶，小朋友去变数，咱会爱爱甲袂爱。啊，你袂晒个呀？来，我进来。空欸，啊，我一组真骨溜。OK， 给放两罐了，两罐了，一算是谁？来，你好，喂。欸，我要一组真骨溜啊。啊，好，来，给你算，不然你不比试试啊。啊，你买两罐呀。来，你好。你好，我叫金骨溜。哦，那重复人哦。嗯。来，少算是谁啊？啊，你买两罐呀。来，你好。你好，我金骨溜一组。OK， 来，先算，先算，我不要搞，我叫老婆在录来录搞。来，你好。哎。骨溜，骨溜哦，新朋友哦，来包双，来包双，谢谢啊！哦哟，真赞！哎，有啊，加在，录来录搞呢。喂，来你好，喂，嗨嗨，哎，有话哦。骨溜，金骨溜，有话来讲，加上两罐啊。嗯，来，背双，接电话背双，恭喜你！真正我家老婆在今晚来，未歹。嗯，我还要讲骨溜诶，真正真正骨溜诶，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个两分钟啦，纯粹要两分钟。有买有刷啦吼，嗯，啊，今仔有买，我甲你恭喜啊！这一个月介绍一摆哦。你以后吼有去做了后，真够了，咱就唔免阁，咱要找一个变数，就用心托持，你就免阁安那，啊，咱家己来，啊，阁介熟悉，嗯，哦，啊，咱阁有尊严，嗯，对不对？来，你好嘛？哎，福建啊，啊，安那，一组来一双啊，谢谢啊，一起过年啊，来你好，哎。你今仔日在讲哪湾？金谷，你来啦，来新朋友。哎，来你好啊！我来健健好。健健好，好好来健，赶快拿来三双啊！哎，剩几分钟？空八空空空一二五八九，最后几分钟。你今日寡人更加需要啊！哎喽哎喽，今仔我买，给你恭喜下。你无得你较紧卡。电话关机了，来你好。啊，是你好，我是刚收电话啦。哦，阿姨呢？哎，我们家就是。好，谢谢多伦啊，多伦给你报平啊。哦，好，谢谢哦，那你好。喂，我那个金骨溜。收音哦。哎，是。俺多伦话给你报平啊。哦。啊，来一双来，谢谢。骨溜咧，也要供。哎啦，也要供要金骨溜，俺嘛赶快有给这两罐啦。给。起码公司都也无给恁赠送，伊无，伊无给恁起价啦。有。但是伊无给恁赠送啊。对。啊，我为着要给阮老婆杀减开挂，嗯，就是搁给你训练一下。起来讲真骨溜，要加两罐，加上两罐。这老师无赚咱的钱啊！哦，无啦，这何何到到一罐才三百几块，要叫你俗的。包装工钱嘛无搞。啊，而且一个做顺的囡仔个当好食啊！对，这大些囡仔查甫查某任何人拢会识食啊。真骨溜。啊，我要来分吹啦。好。啊，恁卡电话啦。同款。电话若有通，你甲小姐讲买骨溜的，安尼有哪这两罐送给你？两罐两千块。知无？知哦。嗯。空八。空空空一二五八九啊！空八空空空一二五八九。我分出你卡电话吼，来一箱。南瓜。来一箱。七盒哟。七盒呀。七盒是呢，咱诶感情感边感是人性伤心的所在，咱诶红山诶刮刮仔啊，点袂刮起。
发挥着咱母娘慈悲的心，扶持咱母娘中天照明。咱扶持的时间到了吼，在咱电视头前的乡亲时代好朋友，咱老菩萨出来面的囡仔大神啊，阿弥扶持咱来赶紧了吼。五分钟的时间，一个人一月日。卡一百块银啊，贴一个香烛安尼尔。一工才三块外银。请母娘和咱做靠山，保庇和咱这囡仔事事，大家出入会当平安。护持母娘。这嘛是咱做事大唔忙啦吼，啊保持啊保庇和咱这老菩萨，大家身体较健康诶，啊日子过得较欢惊呢吼。那么这月日农历的十月份吼，有六个生肖爱特别细腻哈。对六个。哎，有黑公鸡仔啦，相处诶牛诶蛇狗鸡猪。这六个生肖吼，日运较歹。人讲唔惊一万，只惊万一啦。介些代志吼，拢予咱料想袂，人生无常。总有小心有保庇啊，一定就是爱安尼做啦，老婆生啦。人代志唔茫拄着啊，较你啊各个状况袂赴啦。人讲事实，咱该后悔。对。来啊，赶紧的哦，电力甲泡通啊，咱若像讲老大人身体较无好，啊，就心啊得灵。好爱好吃。迄气若湿落吼，啊，药啊食袂惊哦。哎，咱讲出来，安尼对老大人拢无好啦。母牛个咱保庇。啊，咱着求一个好音好音，看到好医生，食着好药，身体较会健康。徛街那袂变安尼，变啊惊母啊惊遐，底下姊妹阿公要做个差无？好，差差难咯。加差万四件啊。用因的名好吃。哎，咱你讲开几多千，开几多万，唔免啊，一个人啊一百块。一百块是咱金纸钱，其他无加开哦。哎是，那你好，喂。喂。嘿，小弟啊。我小弟啊。嘿，我知。嘿，安那。要你做的，我才用厝租的。等会啊！嘿啦嘿啦，那有啦。我要迄落啦，你要看，要好钱啊！哦，阿母娘啊，给你保庇啊！哦，福慧双修啦！哦，你出来面囡仔大细，大家平安健康，长岁寿，大赚钱啦！一说，谢谢啊！那你好，陈大叔，我要好钱啦！哦，秋贵哦，阿母娘啊，给你保庇啊，秋贵姐，你那是谁平安健康长岁寿啊？张秘书，来二山二山吼，来你好，喂，张老师，哎咪啊，嘿，我有甲恁小姐讲叫伊切伊哦，嘿，甲我加一种叶黄素，你真袂使讲商品来杀山，真袂使讲商品啊，来你好，啊，哎，加几多？哎，唔是高个时间。哎，四川金凤兄兄吼，潘神啊。有。哎，一座山我唔知啦。有啦，哎呀，哎个老卡，唔是高个时间。来，阿咱那是查某人吼。嗯。少年的时阵，多有婚姻有变故，啊，衫裤款款的要出门，啊，未记得讲洗澡吼。怎么办呢？你出门就磕磕卡卡。嗯。啊，拢未顺时啦。对。啊，你竟然要等去讲洗澡，无人要插你啊。啊，宝贝，安怎办呢？交代张飞帮你处理，赶快一月你一百块银。金纸钱呀，免阁加开啊哈！拢无咯，老师是义务性帮咱服务的。来，你好啊！你阿花呢？你是哎哎，你好，阿花好。张辉老师。哎，你好，你好。嘿，哎，古力古力。小蛋，你来耍耍，不是广告时间啊！喂哦。嗯。阿秀啊。老师吗？阿秀啊，你好。嗯，我喺度甲阮孙啊，喺度学字的吼。嘿。啊，喺度。啊！甲阮兄，弄回来呀！伊，弄回来呀！好，啊，功德无量，我咧大赚钱啊！好，谢谢。来，你好。喂。嘿。阿三阿姨，你阿三阿姨。嘿。嘿，安娜。你家公爵会，我有寄来，我即马寄。哦，无你来保平啊！身体健康，我咧大赚钱啊！哦。来，你好，喂。喂，张辉，你咧做啥？你加方哦，加五百号时加迄个包仔裤。哦，富贵双修啦，你加方哦。加会，加方啦吼。啊，阿母，母娘啊，慈悲，给你保庇啊。加方姐。哦，你出来面囡仔大细，大家平安健康，长岁寿，我你多赚钱啊。哦，好。一算一算哈，哎，你好。喂。嘿，你好。我被富贵双修。你阮叫啥哦？丁先生。我用那个温布尼亚的药水。你稍等下啊，母娘啊，给你保平啊。哦。出来，囡仔大细平安健康，长岁寿，你多赚钱啊。哦。来，你算一算哈。来，你好。喂。哎。哎，我爱的许平先，温宁阿健。哎。哎，阿爸要甲播双手的啊。双手啊，吼。一只五岁尔。蛮好。
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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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咱每个月咱的经团，拢来甲咱赞经做功德回向。像安尼，哦，安尼那是讲福慧双修的，咱阁兼做消灾兼做消业。对。安尼一月日要讲开哦，咱那个长乐路啦，长乐路较好咱开300块，护持300块。啊，双修600。系啊。哦，你讲请经团阁无够哦。对啊对啊。啊，这经团开老师的啦。嗯，无啦无啦，啊都。因为有人老婆婿要赞助，但是老师无爱啦。无啦，咱这长期的哦，可能咱赞助歹势啦。嗯。哦，咱这都不是讲一拜两拜呢。是长期的。啊，那是长期的，咱靠可能互人开啦。来，你好，喂。老师好，哎呀，叶芬。哎呀，补财库。好，别工作，给你保平啊，叶文。哦。伊那是说平安健康，和你大赚钱啊。哦。来一山，我未记讲伊那谈要请我吃山啊，无。来，你好。喂。嗨，破线了。有。嘿，安娜。恭喜。恭喜相守。恭喜相守啊！哦，莫林给你保平啊。伊那是说平安健康，等会是我你大赚钱哦，来一山。这个福慧双修一个包含内底有保财库，佮兼咱护持两项，所以叫做双修福慧双修。咱咧修福的同时，都要佮修这个智慧啦。对。我有发现最近阮遮的乡亲朋友老菩萨，大家拢安尼有这个智慧，也要买来修这个福慧双修。因为食老吼，足侪人拢欠一项，无够圆满啦。有的人伊有头壳，有智慧，伊无福气啊，无钱。啊，有的伊有钱哦，啊无头壳，啊穷骗了了，开了了，无了了。嗯。拢欠一人，无够完本。对。哦，啊，咱福慧双修呐，爱开6000，爱开6万，都唔免啊啦。开600块银，互你贴一个香证尔。其他拢无加开。咱求一个人生的完本。咱食到这个年岁来啊，大家拢总爱安尼做啊。嗯。哦，对不对？老师是完全无收钱头费用的，红包的钱拢总甲省起来，因为所在是家己的。林梦琴啊。张老师，我那也无甲寄来，我要。你稍等下，你甲查者三线哈，三线哈，有啦。有个人讲，伊有收到单，无看到名。你有单就有名啦。哦，是同步的呀。系啦，啊，伊只无名，伊要哪寄单好呢？哎，看唔寄，别人要寄好呢。但是你只有名嘛，系啦。来，你好，喂。喂。哎，郭大义。哎，张伟老师啊。啊。我要借问你，我今年有用户基本用我中间那一年对不对？迄个户钱吼，你要用一年，啊，你一年内要阁继续交户钱啊，做会到拢无要紧啊，啊，那无你就是哎，安那？我即摆是咧讲啊，唔是12月较有交的呐。不啦，你会使呀？你到当时要甲报拢无要紧，要甲户钱拢无要紧啊。啊！我讲在那个一年啊，你稍等下吼，无娘给你保平啊，身体健康，长岁寿，大赚钱来一算一算啊。无时间。咱这个护持吼，诶意义吼，咱唔是讲啊，我今仔就护持半年，就是等到半年后，唔是安尼啦。唔是啦，嗯。咱对阿婆哪有一点心哦？我即个就护持，后个月嘛要搁交护持啊。嗯。你敢知我讲的意思？嗯。啊，其实咧功德拢你咧得咧啦。无去。就像咱银行咧寄钱同款，我一工要甲寄几摆。嘛是你咧，你啊，别人也袂当得啦。嗯，咱做功德是做咱家己得咧啦，安怎哦？哦，知影。来来来，啊，该当呢吼，替咱往生去的亲人来做护持的功德。迄是一种的孝心啦。往生去的亲人，咱卖好咱往生的亲人哦，伫遐受苦啦，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啦。嗯，啊，造业来造业去，啊，咱一寡恶业吼，咱就也受苦啦。嗯，咱家做功德费用，迄经团甲赞经。欠人的金行行的，可以的哦，好，一种好心啦。来，你好，老师啊，跟福慧双修的，俺无娘啊，慈悲给你保平啊。哦，哦，你厝内面囡仔大细，大家平安健康，长岁寿高，你大赚钱哦。哦，来，你算你算，来，咱今麦做功课。那第一泡好喝，咱的家持的第一定爱泡嘞哈。老菩萨喽，你那永远啊咧看电视，你就采一锅啊蛋的，一头前的，啊，那看那啉。想着来给你们一嘴啊，想着给你们一嘴啊。做功课，含咱做功课，顺续给你加持一下。啊，了囡仔啦，下班回来给囡仔啉。
啉这偌好呢？啉啉的哦，咱那个目睭也较袂点，也袂较袂涩啦。啊，若有高血压的人咧食，医生开的药啊，往这甲配哦，血压继续稳定的啦。过来哦，肉骨会大包，袂起泡，脚掌阁袂疼。那生来第一脚掌拢袂疼。来，你好啊。喂。嗨。张老师呀。啊，你好。我帮助恁哩咩？是。好会享受，无新鲜哦，无牛猪皮给你保平啊！哦，做了平囡仔大细，大家平安健康，长岁寿，够你大赚钱哦！哦，来四川吼，四川，那你好，哦，你好，嗨，请老伯长，你稍等下，不是广告时间来二线啊，来咱做功课。主席张国立在江青保留主笔主公普及来跟保庇哈。这个南岗区兴福路171巷40弄十字二号三楼老米馆，大寮区新厝里70新厝路59号10楼蔡碧云，台南的东区东门路3段32号贾碧娥，新店区安康路2段57号3楼谢月化，前金区南大花路100号苏银池，而且恭请保留主笔来跟保镖人，大家身体健康，一切顺心哈。那么咱家有真济来跟咱保留啊，这个中电福惠双修的名单哈。陈泽祥、江忠行、李汝廷、吴金基、杨炳耀、杨洪祥、杨家明、杨家辉。赖素刀、向秋凡、尤金珠、潘冰冻、陈世恒、潘祖勇、潘丽芬、李国成、黄正伟、陈美莲、王陈秀辉、周慕成、陈顺、林玉美、林清富、林丽华、曾素梅、老进才、卢庆玉、陈丽丁、潘怡芳、潘介宇、曼清川、林秀美、丹顺杰、赖南星、苏林春兰、张如满、一个张如满、吴丽宝珠、吴佩芳、吴心如、林淑杰、林之仪、林子权、陈升官、黄秀燕、郭金星、吴家钦、黄秀荣、黄秀莹。杨秀俊啊，严美珍、严丽兰、张梦丽，今麦来是咱的虎旗母牛中电笑名吼，王新雅、王振凯、丹俊良、陈永茂、李玉仪、李玉能、李玉兴、李玉静啊、李文锦、贾一雄。谢佩璇、吴静言、陈思怡、吴敏玲、苏银琪、安阿飘、柯恩杰、徐子轩、赖秀英、吴文泰，而且恭请着咱保留主笔、主公普照来给恁保庇吼，互你当政府事业实在延寿、前途光明、走人通、地位开通、逢凶化吉、改兴祥。在完工之门是大吉，福慧双修，法喜充满。咱今晚来进行对咱的智慧统一。手把青烟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如今清净方为多，退步原来是向前。又过来到着咱智慧容易这个单元的时间，而且非常感谢你咱电视机头前的乡亲、士大好朋友，咱诸位先生大德。
诸位菩萨、诸位师兄师姐，时间一到，也得含咱做伙伫咧做这个功课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直接来延续咱昨昏的这个话题。昨讲到着乃至念佛菩萨及必诸佛名利，这就是另外一种的方法啦。因为念佛菩萨的名号，这比头前面更加简单嘛。所以佛菩萨的名号，伊的意义是深广无尽啊。所以呢，伊的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所以咱大家知影名号内面伊所含的意思，一定爱把咱家己的性德甲念出来。因为佛的名号是性德的名号，菩萨的名号是修德的名号，所以叫做性修不二啊。念观音菩萨，把咱家己的慈悲心甲念出来；念地藏菩萨，把咱家己的孝敬的心甲念出来。这个名号就是安尼念，才有真正的功德啦。你念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释迦就是人族嘛，啊，牟尼，牟尼就是清净嘛。所以念念一个人族的心，对待着咱一切所有的众生啊。所以在一切经营当中，咱就会流露出你家己的慈悲清净的心啊。所以念阿弥陀佛，念阿弥，这阿弥陀佛就是咱的无量觉，觉就不灭啊嘛。觉心不动嘛，所以咱今仔六根接触到这个六尘的境界，不起心也不动念，伊嘛无分别也无执着啊，这才是真真正正念阿弥陀佛啊。一名一号，互你一挂临终的人听到，临命终的人一念念经，因为道正啊，哦，这个功德真大，学问在本性啊。人虽然有个人已经死啊，唔过伊后来也是。哦，也过离咱这个通常八点钟之内，拢啊拢了后靠离开嘛，所以伊也过伫咧活动啊，伊也未去投胎啊，所以你爱继续甲念佛啊。咱今日念佛的力量，这个、念力就是波动，真诚的心、清净的心，一波是无比的殊胜啊。所以今日咱念佛的波，诶，这个波动含无奈也是个波动，起到这个感应度高。这叫做加持啊！这就是呢，文在本色，帮助伊在这乌赖耶识内面种下了着佛的种子啊！念佛的人就明理啊嘛，念念相应啊，种子的力量就强大。如果你若不明道理，也合掌恭敬念阿弥陀佛，力量就比较较弱啊！哦，有哪有好处啦？但是较弱啊，因为你对道理无了解，所以唔当在做功课。只是这世人你得未到啦，是诸众生所造恶业，过其感觉必对恶处啊。今仔咱甲想看卖，伊哩这世人当中所造的业，就知影伊将来会落到倒一倒去。如果所造的恶业人较侪，绝对对咧去三恶道做鬼啦。这个人的习性，这个、人的作为，这个、人处事待人接物，哦。就当来判断以后是往倒一倒去，因就是灌输为咱的临终的人来受这个圣音，圣音就是咧讲这个供养佛菩萨，就像咱即马咧护持咧护慧双修同款，供养着佛菩萨绝对唔是咧书顶观上供养的，所以一定要知影这个代表法里内面的义处，依教奉行啊，进而咱来劝导大众如何来修行啊。功德才会大，大家拢会少少少报就行，罪业才会当来消灭啦。早当时的公墓路到的婆罗门路，就是上介好的保榜样啊。今咱大家用心去来体会伊的修法，讲是讲五金对佛世尊及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劝以念菩提众生，临终之日，心不善害及造恶缘啊。这摆这个归行。为什么咱讲力所善害乃至这拜无欠之力利益蒙者，但结罪缘啊，专精深重啊。这个地藏菩萨大慈大悲为咱来讲出的这事实的真相呢，所以咱大家爱明白，
民间有真济做法，对着亡者是大不利啊。菩萨的，就是你咱的世尊天龙八部人非人正头前面所讲的，来互因做一个见证，证明所讲的是句句属实啊。所以佛菩萨劝导念菩提众生，在亲人临终之日，绝对唔通杀生，唔通阁做恶言啊！咱想要来为这个亡者来祈福，确实来杀生祭拜这个鬼神，哦，来求着这个邪神，阁甚至阁请亲朋好友来作为来食这个杀生的肉，对着亡者无丝毫的帮助啊！阁更加着更加做一定的罪孽啊！亡者做遐尼正罪罪孽啊！啊，咱阁咧巴结这个鬼神，这个鬼神哪会下面着伊呢？无可能嘛！迄个人死，大家伫遐哭甲像狗啊呐！你阁甲抬过抬下，迄毋是命，伊嘛是命，所以无着道理啦。但结罪缘呢，专精轻重啊！你杀生这般，杀生的少，拢算你这个死者的身上。本地都未去做鬼啊！你为着要拜，阁去抬下抬温教抬班家，无做鬼还较奇怪呢。加重伊的这罪孽啊！时间的关系，今天讲我做到这，咱先做回向。总归念一句，请你对我念一句吼：愿以此功德，回向诸众生，解脱三界苦，解发菩提心。像这样哈，咱个第一盘开。这两嘴、三嘴、五嘴，甲吞灭十点完，就爱去一路吞一嘴，并念一句阿弥陀佛来请你。种种灾厄如灯火，斑斑何欢似醉消。佛愿无量点灯十二愿，第一愿事业兴旺，仕途高升；第二愿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第三愿招财进宝，金玉满堂；第四愿。网咖一枚姐点卖歌半瓶月，家人四面区社会小姐到底来欣赏。